前面一点，可能早点下去。我还是有票，然后来追上我，然后我觉得我可以，然后我想远路跑。
好，分车。好，下去帮你拍照。
34公里。
下坡整路都是你的画面了。可以给小孩看，爸爸下坡就是这么帅。我本来想让小孩子那个上水里玩，因为他会太小了，举不完。而且光是他老大洗的，我看着跟小的就不知道干嘛无聊哦。很小的大一点。对啊，我觉得明年说不定有机会。我试完之后就换他骑脚先。我就陪他骑，他没有骑脚。我儿子很讨厌脚踏车。真的。对。他说他不要流汗。他游泳可以。我觉得蛮不错的、啊，因为主要是县政府如果有出力的话会差很多，而且路线是蛮 OK 的，不会太那个。对啊，安全性也蛮 OK 的，而且很好包装，就是个二日游。对，家庭旅游非常包装，刚刚好，再长就不好。再长这个比赛期刚好准备起来也不会太过不能像五米那样子要准备个一两个月。就平常有在洗就也还好，当作是饭碗一次。谢谢，谢谢。明年要陪花爷来啦。对啊，不能明年残缺。挑战组，挑战组是第一。好，好，谢谢。霸气外露，大家不敢跟你后面。我等一下要拍一个大概有20%的坡，大概400公尺。哦，所以你要回去。对，我还想说，因为那路没有很好，我觉得我可能切一下比较安全。我打滑，我刚下滑的时候，那边只有一盏路灯，然后有一个地方就有点抖，真的有点抖，就是。在上面你看到下面是那种
要掰了几分看看。没有别到那个，我以为晶片是头上是这个零九五。对啊，对啊，没有晶片是扩展机，扩展机，那边有。龙翔哥，4190。哦，到会场了。2170。没关系，你们慢慢来。我是红的。我这个怎么会磨成这样？谢谢。蓝的。欸、真的耶，为什么不知道，真好大的，没事啊，有红有蓝都好，没有以为是蓝的，结果没有，没关系，没事，5分，5块，因为我提案表是37分，你看一下，因为我跟他没有离那么远，因为我放行李开始放，放最好笑的是出发没感应到，山上有感应到，我的表是37啊 ，OK， 没关系。我擦，不是，可是你有这个就好了。有袜子就好。哎、欸，你明年再来收集，明年再来。哎、欸，不然为什么会藏那么多？不晓得。哎、欸，因为我们一直在旁边啊，怎么可能？那个，好吧，他十五秒就变蓝袜。可是你这个是粉红还是红？红。红。红。那他应该再给你粉红。这回家了。红还是粉红？那才是红，对，是红，对啊，因为它是40倍以上，还是红，那是这辈子没拿不到的，先拿也好。在路中间这样了，为什么他给我红的？他给错了吧？应该是要粉红吧？对啊，看错颜色。没事。哎，你分几？3。碎。碎啦。我23啊，所以我也没有很后面、啊。因为你们是有13哎、欸。就很强。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搞不好有点，对啊，十三是总牌，因为我的时间到40，他36，所以好，因为龙翔哥觉得我没有差他这么远，因为我的排名是23，他是2，你看那个、啊、这个时间了，起点终点，哎，你起点你就慢我了，你是不是提早感应到了？可是我们一直在旁边聊，对啊，我们一直在旁边，你差多10分，差8秒钟。那还好啊，还好了，那应该没有差，还是过终点那里。可是你比较晚出发，应该时间比较短了。没差了 ，OK， 这个不重要。我们都买以 Strava 为主，没有，我们都是以看袜子为主。哎，红的，工作人员，你帮你的车去当讲，然后给你画红点了。哎、欸，可以。因为他这边有写专家粉点，然后又给我红点。他看错了吧？不然就是他整包放错了吧？他应该看到你就知道你应该是红点的。没有，他可能刚刚也都开350瓦的。好，有弥补一下，我前面有到了，前面有用力。珠海、欸，东西都没拿，我也在那边。哎、欸，我们哪个红点的话，你开玩笑？我靠！爽啊！爽啊！爽哦！没有，那个主办根本没有看，没有看进去，一看人就知道这应该是红点的。来，我拍，看我拍照这样子拍。看你这样子刷脸的，这样子没什么理由了，对不对？太屌！要成绩多少？35。35、37，好屌。然后我这样总排有13，我觉得好怪，怎么排那么前面？1161，对啊，开车的，还有屏东来骑的，屏东。那我是206，所以你是排那个 N40 的，哦，总排呢？你是挑战组，挑战组总排，我是金鹕总排。OK， 嗯，就趴出差多吧，哦，是挑战组总排啦，那合理。哎、欸，1161不是应该全部吗？我没有161啊，1161是挑战组啊。哦，是哦。N40 N45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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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气死我了！来电机械故障实力一部分。干，真的是从以前就我之前就在想说，如果今天掉链到底要怎么办？你就一直在心里面有模拟，就对了。粉啦，以前有想过。哦，是粉啊。对啦。你们有拿物资吗？外面看起来是红。你们没有拿物资吗？有，先吃啊，这个好吃哎。欸，好饿，赶紧吃。再去那边拿。背包里面啊，背包里面。先吃啊。好，人家说误会了啦，没那么好。真的哈。开个报的人，只会反胃而已。刚刚没有时间回复，我觉得回复你们回复差很多。感谢人一多又乱七八糟。他中央先放车上吧。
蓝蛙其实也蛮好看的。哦，小小粉的就好。因为我的衣服就有一件是可以搭粉的，差十五秒而已耶，太黑了。怎么是最强的？哪个真是？没有，是粉红，里面是粉红。哪个是超强的？打开是粉红。这样子，别人其他燃烧生命，其他瓦数比较大的，你又怎么赢？在里面了。他说我这样子不能逃生。你东西不先放车上？啊？加不到加嘛？我车子有点远啊。在水粉那边了，啊，反正顺路吗？啊，对，只要只用半双就好。干，好了。可以了，全部都可以放了。所以我们今天唯一的红顶袜。包子是哪里换？粉的。好，里面是粉的。包子是可以，那边那边的。里面拿吧，就是。哦。里面。刚做好。我一开始以为要去领的，就他们搬才知道。在里面了，我不知道。第一名是32分钟啊。是一个，粽子啊。郑权仲啊，不是啊，那天小大不是我们不是讨论到郑权仲，就跟四姨哥他们一样那一次啊，我不是说有个很厉害的，很年轻那个，对啊，那就他那天我讨论他，就他，他不是比那比四姨哥也快那天其余的，出发的时候就有十块钱，比较正常了，哇，这下这么是没有出力，我真的没办法出力啊。我有没有出力，我都吃得下。刚刚上面还有米糕的事，还有糕，我已经没糕了。还有一点，我要还要爬一个坡。上面有东西吃哎，奶酪啊，冰淇淋。对对对，我一直在，很多都报名费够，我来不及吃。我干的是早餐，好甜还是好酸？你看冰脑勺都很甜奶奶，我有。万一再把它全部吃掉，里面有这一颗柿子啊？沙子我在上面都闻到，沙子冻，沙子冻。我好像我的技能也中飞位，这一开始真的没有人的时间哦，后面超多人。哦，师傅，你都不要放我，等一下就降天火了。哦，现在该降火，我只是想拖一下而已。拖一下，干嘛？你国二啦？可是降天火那边可以接到玉皇宫，哪里？玉皇宫。这边我知道，玉皇宫下去就可以先天火，天火下去都是连上玉皇。哦，第一个，他要挖洞，因为我们的等下路线了。干，你这样下回不来。后面是945啊，晚上可以到就好。再多都是很冷，反正明天放假。我要带车的，那我们带车的不要车上，因为等早上比较慢了。你这样会来吗？阿奶哥，你这样会来吗？不会，我回阿奶哥睡了。哦，是哦。我们9点吃饭，所以我还可以等一下。所以你们小朋友假日都是比较晚。就是要真好，就小朋友假日都比平日还早起哎。平日哈7点叫不起来，假日6点半就给我起来了。哦，他70点大概差快两。练车的量，心态不一样。真的。叫爸爸想听，皮特哥说，六日就是要早起。都放那么快就到了。那边啊，他公布平常上课在那赖床。公布黄大老师谁？黄建敏的，建敏的，前十哎，他网络已经开号了，没有他是前面开球，不会跟，他前面开号公告啊，第一组的男子，第一名，他小都觉得是好，好带球，是哪男子？我们要去跟男子，四爷，啊真的，对啊，他带球了。好腰嘞！就赶快前脚伸起来嘞！包哪里？在里面。里面。可以哦。今天好累啊。啊，那里牛肝，我拿酱牛肝，牛肉放在里面，是吧？然后有这些东西包上面，然后这些包上面。你等下可以抱小孩上台了啦。对啊，看他要不要上，我老大很别扭，他昨天不想上。我吗 ？Hello， 屏东来的，很强，超强的。牙医师，奶哥，他前面都要带我。为了让他上台，你要帮忙他。所以你是冠军哦。没有了，前面帮忙一下，后面就不行了。好，什么东西？
哇，我们在去那台上。待会就那个八点五十，我准备要上台。你去买的？香啊，快木吗？中博。中博，快。你要几点要搬？他是说八点我们要去前面，他九点开始搬。哦，那我等一下先走。好好，等一下先走。今天来这边了，昨天来。是啊，热，年轻人，差不多，跟他差不多。总组的，你七一的吗？我七一，我七三。我太太，我小彪，奶哥超强，他今天前面平路都要带我，哎，一直冲，一直冲。燃烧一下，燃烧。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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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南本。我妈，我妈。拍照照相啊！我有照，你要走了？没有，拍照拍照。还要打，还要提速了。你拍，你拍照，你待会要不要跟宝宝上台？要了。江哥，新竹来的。阿红是彰化来的。不行啊，这是三个。不要笑我，同济要冰，有冰的。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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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可以啦，因为我们刚刚也拍很多了。刚刚见个面。OK， 谢谢。是啊。对，有机会再聚。有机会来平东。到时候再会吧，不会。啊？到时候再聚。到时候再聚。我们那个九点要颁奖，我八点五十要去准备。对啊，一定让他舒服。屏东很多山。屏东有很多山吗？对，一天可以爬个五千没问题。哦，你又可以爬五千了。五千基本哦。他会舒服，我不舒服。我不太舒服。我们骑机车。不要再舒服我了。那我先走了，我先走。好，拜拜，拜拜，拜拜，先走。好喽，拜拜。Osprey 的车，然后那个现在他升级的车，超级大的。
No!